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宣布，美国 FDA 已经发布紧急使用授权，大幅增加确诊中共肺炎的患者使用血浆治疗的机会，并透露死亡率因此下降了35%。Today's action will dramatically expand access to this treatment. FDA 局长哈恩表示，目前已有70,000人接受血浆治疗，未来将采集更多数据进行研究。周一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前往于东京的庆应大学医院进行检查。日本政府表示，安倍是为了听取医院方面有关17号体检的结果进行进一步检查。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周一宣布延长奥克兰封锁限制，直到周日晚间。封锁措施迫使企业停摆，学校关闭。两周前，奥克兰爆发本土群聚感染，累计150人确诊。过去3天，每天的新增病例降到个位数。秘鲁警方周六晚间突袭首都利马一家违反防疫限制的夜总会，过程中发生踩踏事件，至少13人死亡，死者年龄20到30岁之间。警方表示，超过120人参加了聚会，当局已经逮捕夜总会负责人，另外拘留了23人。卫生部在事发现场附近设立检测站，对拘留者、警察及所有相关人士进行快速病毒检测。目前，秘鲁累计近60万人感染，超过27000人死亡。印度周日新增确诊69239例，累计超过300万。17天内感染人数从200万增加到300万。卫生专家担忧，印度政府为降低成本，进行对抗原或病毒蛋白筛检的快速检测，可能阻碍当局遏制病毒的努力。印度新德里8月份血清调查结果显示，29.1%的受检者曾感染病毒。新唐人记者李梅、田瑞综合报道。